我已经关注你一年多了，希望你能玩一下我的创意庭院关卡 ID 巴拉，目前最优解500阳光。好嘞，还是本帅哥的老粉呢。老大老大，名字叫聪明的人都能过，见证老大智商的时候到了。不能，我再傻也没有小鬼偷傻。小江苏会告诉我们谁更聪明。哼哼，这些植物也没有很强吗？老大又开始了。肯定是先用小丑僵尸进攻中路。是的，老大。然后，我操，这里怎么还有个潜伏青菜呀？这要怎么办？小丑僵尸试试呢？被吃掉了。No， 我要再来。嘎了。老大，这下怎么办？火把僵尸攻击第一路。嘎了。那还是用小丑僵尸把第四路攻击完吧。好，现在攻击第五路，上啊！我该不知道怎么玩了。潜伏青菜嘎了，但是老大，现在的赢。Thousand years later， 这一次本大嘴既然知道了玩法，我一定能行。对对对，小丑僵尸攻击第三排、第五排，先卖一个火把僵尸，然后再用小丑僵尸和火把。好耶，老大，这局开局很不错哟。然后第一排就用铁桶僵尸。铁桶干嘛呢？那就再来一个。成功了。小丑僵尸攻击二四路，最后第五路了。先一个火把僵尸，再铁桶僵尸，然后再来两个火把僵尸。Victory！ 老大赢了，还剩750阳光。好耶，比最优解还多哟。